好，大家好，我陈 A， 又到了每一 A 的时候了。对，我就是刚起床，所以要吃早餐。好吃哦。对，这种什么营养三明治啊？对。啊，我今天那边买的三条100块，我吃一条，爱想吃两条，嗯。就是一般啊，没有好吃也没有不好吃，就是它平常就是这个味道。然后的话，今天很冷啊，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要穿好御寒的工具，这样御寒的衣物。对，然后我好喜欢这一顶帽子，酷奇，对，我们家酷奇。不行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看到。有看到他吗？耶，蔡酷奇，他很想吃。他超想吃的。我刚才已经有给你吃小黄瓜了，我超讨厌吃小黄瓜。所以我把小黄瓜全部挖出来，然后给他吃，是不是很贱？嗯，好啦，等一下结束，拜。天气冷会那个血压会增高，所以要小心哦，好不好？就是一定要注重保暖，保暖。对，干嘛看我啊？我是拍美日月啊。我没说什么话。你们两个这样看我，我觉得好奇怪。对，好啦，以上结束，拜拜。